们的口号是计时录下，奋勇向前，排除万难。行游路上计时录下，由于几个月没有看车，就这样了。从荒土地变成藤草残药。电瓶电也不足了。经别人劝说，给保险公司打了电话。保险公司的人到了，经过简单的讲解，打开了车盖。公司人员拿出了百宝箱，连接了正负极，还真启动成功了。Nice。经过咨询后，了解到工具的真相，应急启动电源真的很方便，这个应该拥有一个。由于车的胎压不足，拿出我的两个胎压启动器，想寻求帮助一下，没想到班门弄斧了。四个轮胎都弄到了50，又解决了一个难题。这家公司不错，之前的那家不仅保费贵，还不管打不着火这一项。总之今天感觉不错，欧耶。